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由我胡伟康主持、火青台制作的节目《大名鼎鼎》。咁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咁佢就八十年代尾以乐队嘅形式组合，咁啊入咗娱乐圈啦。咁后期都开始晋升为呢个唱片监制啦。咁佢亦都喺音乐方面有好多嘅作品，有超过500只以上嘅作品。咁佢亦都曾经喺咁多年以嚟咧，同过唔少嘅巨星，同过唔少人拍档。咁所以我哋今日同佢哋倾嘅偈，一定我好相信会非常之好精彩，亦都系好多大家都好想知道嘅一啲娱乐圈秘事。咁究竟呢位系边位嘉宾呢？Kenneth 哥哥你好啊！你好，就是方柱亮哥哥啊！阿胡伟康先生，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家都差唔多系咁上下时候入行嘅啫。其实好多谢你提醒我咧，原来我有500几只嘅作品，我自己都完全忘记。系嘛？咁其实咧，你都要多谢我哋嘅 writer 嘅，咁系佢哋做咗呢个资料搜集，我先知道嘅啫。Okay. 因为其实我呢个年纪咧，有时都会比较健忘，都唔记得咁多嘢。大家都忙啦。咁所以今日咧，好开心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偈，一齐我哋大家。亦都系从中可以重温一啲我哋曾经一起经历过嘅嘢，试下好唔好啊？我记唔记得？好啦，咁嗱，当初八十年代尾，你系用呢个乐队组合入咗娱乐圈嘅，咁嗰件事系点嘅咧？其实我谂而家即系普遍我哋呢一代好多人话追梦啊，追梦啊，我哋都有咯，即系我个年代。會唔會嗰個年代難啲呢？因為以前互聯網又冇咁流行啦，咁去敲門去唱片公司，大家都可能只係錄餅 cassette 帶啦，跟住又可能又未必識人啦。咁嗰樣嘢可能係大海撈針，即係唔知幾時中喎。唔同而家互聯網，我隨時可以拍條片就抌上網俾大家睇喎。係啊，係啊，即係個時代唔同嘅，當時係單純好多嘅。咁我哋即係中意玩音樂啊。夾 band 啦，唱下歌啊，比賽啦，好似温拿咁啦。如果以樂隊嚟計，即係以前香港即係比較大家都會知道就係温拿，或者係甚至話 Sam 哥哥啦，佢哋全部都係樂隊出身啦。係温拿當然啦，即係係我比較讀書時代嗰啲偶像㗎，即係追佢哋嘅温拿狂想曲啊，個禮拜六咁嗰啲，嗰啲都喇叭牛仔褲啦，長頭髮啦，又去追，即係我諗年青人個階段都係咁。即係佢哋會俾咗我本身個即係啲 fantasy 啊，或者一啲我哋夢想嘅事情，咁佢 visualize 咗咯。咁而家唔同啦，而家可能好多互聯網啊，日日都可以睇到。當時係好矜貴嘅，即係我哋去買碟係就係想睇嗰只碟喺個階段嗰啲 artist 做過啲乜咯，佢諗嗰啲乜啊，或者佢個愛情又發生啲乜，即係有一個 art 喺嗰個位咯。即係我哋覺得嗰陣時 CD 年代啊。咁最簡單其實就是比賽。我記得對我嚟講，參加咗一個好影響力好大嘅就係18區兒歌唱比賽。哦，香港電台啦。係。咁呢個真係好有歷史，即係呢個好經典嘅一個比賽嚟嘅。係啊，即係以前有新秀歌唱大賽啦，有18區歌唱大賽，呢啲幾乎係分庭抗禮嘅啦，已經。係啊，咁。即係新手啲，我哋做唔到，唔識跳舞。哇！唔好咁講，唔好講，唔好講。中意玩音樂，又玩下 band。咁我都記得嗰陣時，我個好似係1986年。係。咁就我參加合唱組啦。係。獨唱組就係張學友啦。嗯。咁就所以就孕育咗，即係我哋有少少一個朋友，即係一個關係啊，同埋識咗嗰時打下籃球咁樣。係。係。咁就開始咗喺呢行個一啲 connection。當然呢啲係一路咁累積嘅，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好多中意音樂嘅人都係靠比賽嘅，係參加比賽，因為好多區別嘅比賽。咁由呢個歌手由組合玩樂隊，到慢慢演變成為呢、這個作曲人啦，唱片監製啦，嗰條路又係點樣演變出嚟嘅咧？其實都係好混樂嘅，對我嚟講，我係比較。大即係年大過啲，我先入行嘅。我都成20几岁嘅中尾，我先入行。對於好多人嚟講，嗰陣時都有人問我：你諗清楚喎，你而家轉行咁樣，你做好地地做緊一個工作，即係可以晉升啊咁樣。嗰陣時我對我嚟講，我又冇諗呢啲啦，即係我又會選擇，好難得嘅喎。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如果將來有一份職業，你好 proud 地講俾人聽，呢個係我最大嘅興趣，我做咗職業，其實我已經我覺得好滿足嘅。咁然後就係用呢個信念，咁就膽粗粗咁嗰陣時識咗一啲行裏面嘅人，有位叫偉賢，
韋賢哥哥嘅職啦，韋賢哥哥啊，係啊，個個都係你哥哥咁樣啦。咁韋賢就 offer 咗我一啲做製作嘅機會，係嚇，咁我就開始即係八九年，即係八十年代尾，嗯，就正式叫做做一啲編曲啊，係幫佢嘅 production 做一啲咁嘅嘢，咁好開心噶啦。嗰時已經冇計較係做咩 artist 或者做咩歌。其實已經做到呢樣嘢已經係爆炸。嗱話就係咁話啦，但其實做咩 artist， 我覺得係有分別嘅。咁當然邊個唔想同啲巨星或者一啲好特別嘅人合作啊？咁喺入邊，你有冇曾經有啲好難忘？嗱，你可以唔使開名嘅，同咩人合作會你覺得係哇？其實你一諗起同呢個人做，你就會哇好開心，或者唉呢次棘手啦，遇著佢。有冇呢啲 case？ 我相信一定有嘅。我諗如果喺歌藝嚟講咧，有一位即係當時好多好多年前嘅關淑怡小姐。嗯。咁我就係嗰個階段，我都係學徒嚟嘅啫，喺寶麗金跟下啲大師級嘅製作人啦，同埋接觸到好多 artist 啊。咁又好幸運啦，即係進入咗寶麗金。其實當時寶麗金係一個全香港叫做係最大嘅早一早二啦，係啊。係咯，因為入邊又已經有好多香港巨星，係譚詠麟啊、黎明啊、李克勤啊，咁細個就唔知嘅，咁都係好開心一齊玩嘅。係咁嗰陣時有機會同阿關淑怡做咗一隻歌，叫做一首獨唱歌。嗯，咁我 session 好難忘嘅。其實我好多時即係你知啊，監製入到去有責任，即係對於啲 artist 可能你 coach 佢。你點樣唱啊？或者進入個氣氛、啊，同埋點樣去發掘到嗰個 artist 最好嗰樣嘢出嚟，或者係發現一啲其他人睇唔到嘅嘢，所以監製個角色係好重要的。其實好重要嘅，喺外國嚟講 ，A&R 或者監製係一個即係舉足輕重嘅位置。係，咁就當時就係純粹一個做一個 vocal producer 咁嘅 producer。同埋如果以嗰時如果我哋以入行經驗啊各方面，似乎就係可能你都仲未係好成熟或者係即係好有經驗嘅時候，當時去加一個即係已經咁出名嘅歌手，其實首先嚟講，先唔好講你對呢個 artist 有幾多期望或者想做乜嘢嘅，而係你會唔會覺得哇死啦，會係一個挑戰，即係或者會怯咗咧？其實我反而即係後期我多咗俾人認識之後，反而唔驚。當時唔驚，我成日形容即係寶麗金係一個音樂上面嘅少林寺啦。咁而家就已經冇咗少林寺呢件事，但係喺入邊氣氛好好嘅，好好 artist 製作人，甚至乎一個 clerk 或者一個做簡單工作嘅人，都係好融洽嘅。係，咁入到去根本唔會擔心。O K， 關即係好 casual 咁同佢傾偈冇。咁究竟 Shelly 亦都有啲咩令到你咁深印象咧？係啦，冇錯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做 vocal coach 係負責 coach 佢，嗰次係佢 coach 我咯，即係佢唔係 coach 我。其實我哋如果錄一啲新嘅 artist， 可能會 guide 佢啊，要你試啊，教佢唱。咁基本上阿關淑怡就唔使教啦，咁我都知嘅。但係咧，佢係可以入嚟，可能係一個鐘咧，佢俾嗰九個 take， 但係九個 take 都唔同款式嘅。即係我係講咗簡單嘅歌，我想你點，咁佢就俾咗九樣嘢，然後得唔得啊？聽日咁，真係好 nice 咁跟住，得啊，好啊，拜拜咁就走咗噶啦。咁就得㗎。好簡單，好，我哋其實都係好似一間公司，即係朋友一間公司嘅同事咁嘅，好 casual， 冇人得咯，拜拜咁。即係開心，亦都係睇到。原來一個真真正正即歌手個責嗰個本領，個本領有本領嘅歌手。咁好啦，好嘅，即係我哋當然要珍惜。但棘手嘅又係點嘅咧？總會遇到呢啲嘅。棘手嘅咧，我諗後期啦，後期啦，鼓勵金年代好多都已經係即比較成熟嘅。後期可能出去做咗一個獨立製作人之後，就會接觸比較多啲新人。新人唔係厭棄，亦都唔係話睇少佢哋。不過喺做新人嘅時候咧，大部分嗰個精力好大好多。可能我個人嘅主意比較強。我可能我可以試過做一個 artist， 做一隻歌錄三個月。咁嗰三個月究竟係個 artist 唔得啊，定係你想自己求精？我兩樣都有，即係我唔覺得，我覺得唔可以咁嘅，即係佢未得，我哋係知嘅，即係一個 artist 佢個水準。但憑乜嘢你會 believe 佢係會得咧？
我用時間買咯，即係當因為我覺得佢肯學嘅時候咧，就係最好。好啦，我哋講翻棘手嗰啲 case， 我相信大家都會好好有興趣聽到一啲即係一啲好好棘手嘅 case 會係點樣？棘手咧就唔係音樂上啦，係政治上。有陣時有啲 artist 可能公司委派啊，唔係早期啊，公司要你做嘅。咁但係個 artist 咧。可能未必 appreciate 你係嗰個人啊，咁但係又要一齊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好多咧喺工作上，例如會做咗啲咩咧？即係好困難咁去，譬如我想你點咁樣，佢又會有好多反應，我唔係好明喎咁樣，點啊？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啲事情，我可能同第二啲 artist present 嗰可能都係一定會做得到嘅，係。咁可能嗰個位置其實就唔係音樂咯，就去咗即係有少少為難。哦，呢個 case 我試過嘅，係試過。咁你點樣處理呢？我相信其實就算唔好講音樂事業咧，其實我諗各行各業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會遇過即係一啲咁嘅情況。咁但係你當你面對呢啲嘅困難嘅時候，你會用咩心態同埋用咩方法去解決咗咧？都是耐性啦。始终我又嗰个本分，当时系我喺一间公司又唔识一个位置，我要做呢样嘢啦。交代俾老板，咁我就做咗我做嘅嘢咯。咁如果我做唔到，咪同我我都尽量啦。我但系好似唔系几理想咁样。但你会唔会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如果我今日去做呢个 project， 但系 end up turn out 出嚟嗰件事？做不到預期的效果，啊、你會不會覺得其實很氣量？很痛苦，係啊，即係作為一個音樂人，我很體會嗰樣嘢。係啊，即係我唔係咁噶嘛。係啊，即係可能你唱一隻歌，唱條揸支咁，你又會耿耿於懷啊，掹住啊，或者諗辦法，咁啊搞到其實會影響咗一啲 creative 嘅事情發生啊。咁我嗰個 moment 就有嘅。因為你點樣疏通你的情緒呢？都冇嘅，唯一你會係拎住個鼓係咁搏啊，定係彈住個琴係咁鋤佢咧？有嘅，都有嘅，呢啲都有嘅，亂咁彈啊！因為當時我記得錄音係去外地錄嘅，開得地方開就知，去某啲地方錄咁樣，咁啊散下心咯。有陣時有啲環境啊，咁你行出去可能係冇乜嘢咁，都係咁噶啦。我諗人生梗係有呢啲機，即係呢啲。去面對或者學咯，同埋嗱，其實喺你嘅音樂路上，你都橫跨咗好幾個唔同嘅 generation。咁你覺得其實八十年代個嘅歌手，去到而家啦，即係千禧以後啦，你覺得最大嘅分別係咩？歌手啊，以歌手純以歌手個角度，因為你閲人無數噶啦，你又街過無數歌手啦，咁你都做過好多音樂嘅比賽嘅評判。咁你其實，如果我問你呢條問題，我覺得係好適當嘅。我覺得時代唔同咯。上一代因為最明顯嘅一樣嘢就係我哋錄音室咧，上一代係冇得 edit 啦。呢啲我諗成日都好講，同行都會講。冇得 edit 嘅時候，佢要做咯。咁當然嗰陣時係辛苦嘅。我可以話俾你聽，譬如我錄一隻歌，有三個 phrase 三句，係可以有啲時候係逐粒字錄嘅，但係逐粒字錄係咁。那些就要跟錄音師配合啦。我哋 coach 要考慮歌手做唔做到啊，辛苦，但係佢哋好即係做得好願意，同埋佢會用自己嘅力量去做啦，即係盡量我克服。咁可能之後佢又覺得唔得，佢又會比較翻去練下咁。那個進步成個質素或者嗰、那個、那個 artist 對於音樂嗰個睇法，我覺得健康啲。是同埋其實你頭先所口中所講完之後咧，喺我會即刻以歌手個角度，我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以前當我哋去收咗一隻新歌，我知道要錄音啦，咁我哋做嘅前期準備功夫，到我哋真係將呢隻歌錄好曬之後，其實會同而家有咩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我哋如果以前我哋將隻歌已經係可以錄完成咗。那隻歌其實我已經隨時可以上台唱，因為我已經熟到不得了。同而家去錄完一隻歌之後，我可能我仲係唔係好認識隻歌。就係而家亦都講緊個科技嗰個問題。
會令到你哋舒服咗，即係多咗出口咯。係，但係我哋講嘅好啱，佢哋學歌嘅階段其實就係 promotion 上台唱，係啊，已經係見得人嘅啦嗰樣嘢。誒係啦，嗰個年代嘅人其實 ready 好多啦。係，而家咧就將個 ready 就吞後咗咯。我錄完呢只歌，其實佢未熟嘅，可能我哋幫佢一段一段，或者用啲技術啊 ，tune 又好啊 ，tune 又好，咁啊了結咗嗰個會唔會唔開心咧？其實。在你的角度的件藝術品好像不夠完美、啊、另外一個角度完美咯，因為我用了一些機器其實可以做到 further 他們做到的事，但是當個歌手上台的時候觀眾可能覺得我聽的時候不是這樣的，為什麼現在這樣的，你覺不覺得現在是有這些情況？有啊，那你又覺得怎麼看？其實你覺得究竟是科技進步了、嗯、令到人退步了，還是你會接受了這個已經是事實呢？這樣的有啊，這個我有感受，因為我有一個年代呢，就是剛剛介乎有電腦和沒有電腦之間，是我又開始變成了一個獨立製作人的時候，我是接了很多很新的 artist、嗯、接觸了很多是其實唱歌不是太好的，嗯，咁嗰個階段，當然我好 enjoy 做咯，我真係太中意音樂，咁我唔覺得嗰個階段好辛苦，有啲朋友就有啲同學就覺得好辛苦啊，點樣？嗯，咁但係俾我學到好多嘢，就點樣 coach 嗰啲即係比較唔好識唱歌嘅人，去做。不如俾啲建議大家，其實因為而家其實卡拉 OK 即係都好流行啦，甚至乎唔需要出去卡拉 OK， 而家有啲電話嘅 apps 內置都可以唱歌。咁你不如話俾大家聽，點樣容易啲去唱好一隻歌，或者唱出嚟覺得人哋會聽落動聽啲？容易啲咧，世界上好少容易嘅方法嘅，都係要努力啦。係努力咁包括即係你嘅基礎技術啦，嗯、我哋點樣運用啊？呢個部分嘅肌肉啊？或者歌唱上面的能力是要學的，是要練的，不會聽日得我教了你，那你有了那些的時候，第二個就最主要你投入那個世界。有很多時候我們現在聽一些 production， 其實它唱得很粗糙的，現在有很多市面都是唱得很粗糙，但是你很感動，很動聽。是啊，哇，這個其實是這個年代都很疏忽的，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由於那些大型節目啊，我們都很強調那些飆高音啊，七成上面啊，那些那個文化令到了音樂本身或者歌曲流行音樂本身的氣質呢，很多進入的時候都是遺失了去處理、嗯、認為唱得哇好勁好鏗鏘好高音好響就是好了，是所以我們現在聽到有陣時候很多人歌我都覺得沒有味道，但是它又很出現的，是這些都是我的，我很同意都很有同感，還有Kenneth 哥哥，因為他真的在製作啊，還有他真的見證了很多不同的時代，而在他手上也孕育了很多不同的 artist 出來。在下部分呢，我想請埋他現在的其中一位的高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究竟我們金色樂壇有什麼分別呢？好，轉頭翻見。大家好，我們是 Morning with Me One Nine。香港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モーニング娘。ワンナインです。香港で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を行うことが決定しました。イエーイ、はい、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という形でですね、そういう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うん、今回は質疑応答会もあったりだとか、はい、少し私たちの歌も披露したりだとか、今までのコンサートとは少し違う、皆さんと距離の近いイベントになりそうです。イエーイ、500名の VIP の方たちとはですね、一緒に写真も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会場に来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とはハイタッチもあります。イエーイ、いつもとは違ったイベントで皆さんにお会いでき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See you soon in Hong Kong! 感恩しやす。哇，这么快又到了我们下半部分的大名鼎鼎的节目了，有我胡偉康，有 Kenneth 哥哥。 Hello. Kenneth 哥哥身边呢也有一位的高足在这里， Kiko跟大家 say 个 hi 先啦。大家好，我是 Kiko 唐浩嘉。吓，简单介绍下自己啊。系，咁我就今年就会出道啦，咁就年中左右就会派台噶啦，开始有新歌出嚟。咁而家都系不断有啲 promotion 啊，有啲show 啊嗰啲会唱，同埋会 busking 啊咁样推广下。好好啊，同埋你知唔知点解我话好好啊？点解？因为你遇到阿 Kenneth 哥哥。哥哥。我头先睇到嘅系乜嘢嘢咧？即使系。剛才坐低咗，咁原來 Kenneth 哥哥都好細心地，佢會望住個 fullback mon， 跟住話俾 Kiko 妹聽，你點樣坐會好睇啲，坐入啲個人會細粒啲，呢啲好細心係好好嘅。
係啊，遇到一個咁細心又好肯教自己嘅人咧，真係一個福氣嚟。係嘅，呢樣我好感受到嘅。係啊，因為我唔算話真係啱啱先至接觸音樂咁樣啦。我之前即係可能玩過比賽啊嗰啲。咁但係即係講到話遇到一個伯樂咧，咁其實係。Kenneth 係算係即係最重要嗰、那個，即係我最重要音樂路上面，因為點樣去提攜一個人咧？係佢係真係用盡佢嘅心思啊、心血啊。其實我哋都有試過有可能有意見唔啱嘅時候，會有爭拗嘅。其實我哋兩個性格有啲似嘅，因為我哋就係因為似啦，又完美主義者啦，我哋兩個咧係經常會有啲。啊、我覺得咁樣好啲，咁樣好啲。咁但係咧，永遠佢都係好有耐性，同埋我感受到佢對我嗰種即係、有一種抱負。大家想一路咁樣行落去，想音樂要點樣點樣做到大家想做嘅嘢、然後大家咧最後都會誒好、開心咁樣繼續行落去咯。所以好、感動嘅。好啦，頭先聽到你即係都參加一個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啦。咁啊 ，Kenneth 哥哥亦都做過好多無數咁多比賽嘅評判。咁不如我問一下你先。你作為參賽者，當你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你遇到你身邊嗰啲對手，即係有高矮肥瘦啦，有能力高低啦，你嘅心態係點樣樣去令到自己保持鎮定，做到最好呢？因為有時其實都幾難嘅呢樣嘢。你會見到身邊亦都會有啲人奇招百出，咁嗰時可能會影響自己。我使唔使學佢哋咁樣先會突圍而出咧？咁首先我真係想講咧，我參加歌唱比賽唔多，好似兩個左右。有一個咧，我就真係好緊張，結果衰咗嘅。有一個咧，我係完全平常心，結果攞咗冠軍。係、所以真係真係唔可以太緊張，唔可以太放到嗰件事太大。咁樣你會令到自己所有平時做好嘅嘢咧會冇曬。你揀咗咩歌參賽啊 ？If I Ain't Got You。是英文歌啊？是是。點解喺香港參加比賽，你唔驚會蝕底嘅咩？嗱，我又問阿 Kenneth 哥哥先，你覺唔覺得喺香港地揀外語歌會蝕底嘅？因為普遍人會有呢個感覺。如果你問我，我評判心態我唔係嘅，我覺得。即係首先誒咁樣咁樣睇啦，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成功嘅 artist 啊，咁我哋去回訪佢啦，或者嗰班新人啊，好中意佢啊，咁你自然模仿曬佢。但係有一個高層次啲就係、你點解唔模仿嗰個人模仿嘅事情啊？咁我相信呢個好好係咯，我呢個成日都同好多朋友講咁樣。你學一樣嘢，你想再高一級咧，其實你學嗰個人學嘅，或者學嗰個人嘅學嗰個嘢再。咁你就會睇到好多，跟住你嗰個 database 各方面會放大，咁你翻翻嚟做翻地道嘅嘢咪 OK， 好好啊！哇，好好啊！呢、這個 mentality 好好，同埋呢個方式好好啊！呢、這個亦都係我身邊我其中一位嘅 uncle， 佢曾經 advise 我做嘅一個方式。佢話：如果當你喺一班朋友入邊，你去感受一下，究竟你係似乎最叻嗰個人咧，定係你身邊仲有好多猛人喺度？如果你的生活大部分你已經是你可以凌駕於啲朋友咧、你就要小心，你不會進步的啦。係啦，行唔到。係啊，咁但如果你想進步的話，你不妨去多啲擴闊自己嘅圈子，認識多啲比自己更加叻嘅人，唔好令自己有太多嘅優越感，你就會進步。我相信同呢一個都有啲異曲同工之妙。都係啊，其實平常生活可能都可以 apply 到。系，咁好啦。你嗰只參賽歌曲，當時你遇到個對手係點噶？都其實有少少驚噶，因為有人唱 Mercy， 係，咁又有啲唱啲係啲 range 好大嘅歌，咁啊，當然有啲人跳舞啊、跳唱歌曲，咁但係咧，因為咁你當時淨係唱嘅啫，因為咧嗰個比賽咧就好得意嘅，你有一 part 咧你要做戲，有一 part 你要答問題。跟住又要跳舞，再加唱歌，就是、你要做曬四樣嘢。咁然後佢就嗰幾個評判咧，就會將你所有嘅部分全部整個 average， 然後就揀個冠軍出嚟。啊，是。咁你覺得你自己贏咗邊部分？除咗靚之外，我從來都係咁樣，我覺得自己係平均咯。係。但平均唔突出咯。可能平均就高少少。
啱噶，我啱噶，啱噶，唔好啊！我覺得可能平均再突出啲啲啦，咁又唔係話真係去到最勁最勁咁樣。我又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多嘢都可以再做好啲，咁但係可能優勝嘅地方係樣樣嘢都會平衡。咁啊 ，Kenneth 哥哥，咁你喺佢身上，你覺得係因為乜嘢特質令到你覺得佢係有 potential？ 咪就首先唱嗰方面有一定水準啦，係嚇穩定，我成日都講嘅啦，唔使緊張。係啦，你只係歌手一定要個基礎，唱嗰邊有一定水準啦。咁佢完全擁有嘅，係佢嘅 presentation 啦，因為佢比較 impress 我係我第一次，好似係第一次同佢同啲朋友同佢食飯嘅時候，佢俾我的感覺係好舒服啊。咁我又覺得artist 啦，其實現代現今無論唱歌、跳舞啊，點或者做戲都係個人本身好重要啊。係，因為你呢個 people business 啦，你能唔能夠喺個行業度令到好多人喜歡你啊，吸收你啊，其實個人係行先嘅。係，而家呢個年代真係唔係歌行先，我覺得。冇錯，同以前唔同啊。係，以前我哋匿埋做只歌，唔識你，突然間啊好聽啊只歌啊，你好靚啊，咁啊爆。同埋包裝出嚟嗰個可以完全唔係嗰個人。係啊，而家唔得啊，而家都成日同佢講。一定要找，即係譬如而家個階段，我都要找佢最好嘅嘢，然後放大啊，咁係幾艱巨嘅事。咁但係當時佢吸引我就係佢成件嘅嗰個人啦、唱啦，各方面都有一定水準。咁嚟到嘅時候咧，我就會做 phase two 啦。你頭先講得好啱，冇突出喺呢個年代都唔得嘅，即係你一定要 add 啲 edge 嘅地方，等人望我。咁而家喺嗰個訓練啦，我哋之間之前有少少，即或者而家都可能就有啲訓練嘅模式喺上面，令到佢一啲地方要走出嚟。係嚇，咁這個我覺得係比較有信心。同埋我知道跟住落嚟呢個問題咧，係呢個鏡頭後邊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就因為當而家互聯網好流行。好多唱即係歌唱比賽，其實多了很多途徑，令到一些有 potential 的人令到人知道。但是雖然話機會多了，但是有啲乜嘢方式會令到佢哋嘅演出，佢哋做緊嘅嘢喺評判眼中或者 potential 嘅老闆眼中更加 eye catching。你問我呢個問題，梗係啦，呢啲就俾啲 advice 我哋啲有心入行嘅朋友。其實你頭先 point 咗好重要嘅，任何一件在銀幕或者在大家面前發生的事，其實我們第一眼都是見到一樣最突出的東西，我們不會看完它，哇這裡有幾好。那個 point 很重要，就是你唱歌可能是你的聲音，你本身天生是有港人 Dell 的聲音，喂你咪做咯，你咪做好。又或者你唱歌很特別的，你的方法完全跟時下的人不同。同埋你表達一啲我哋平時一啲好簡單嘅感情，你又會有嘅一啲事情、愛情，你有好獨特嘅方法。咁嗰啲通常係會快好多，俾人純粹喺佢個作品上面得到。咁當然呢啲特點嘅可能個人都得嘅，或者你出嚟講嘢好爆嘅，或者做啲事好奇怪嘅。係唔好講好唔好先，其實都會令到大家會加分嘅，或者刮目相看先。咁呢個一定要有嘅，每一個新嘅 artist 唱歌又係都要，我哋要揾佢一點，係佢大家睇到哇咁樣嘅。好啦，除咗你頭先講一啲即係咁特別，即係嗰啲嘅 character 大家會注目之外，咁但係其實我哋往往普遍我哋經常遇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因為作為一個新人，佢哋通常唔多唔少，佢哋會從模仿開始。咁我哋亦都會睇到好多新人就係、是。佢唔係模仿張學友，唔係即係或者係陳奕迅第二，或者係乜乜乜。其實有啲咩方法係更加有效又更加快速，可以甩咗呢啲嘢嘅咧？哎呀！因為如果我要有呢個巨星嘅影子，我就不如睇翻個巨星啦。係啊，你講得好好啊！但係點樣樣可以又快又有效咁去甩咗個浸除咧？其實呢個我相信你會好有獨步單方嘅。哎呀，冇㗎，即係我呢個問題，其實我比賽上面我成日都同人講，點解唱個個都好模仿得好似？其實但係我哋唔會揀你喎，我喺咪前都咁講。我要揀一個我完全未見過嘅一種感覺嘅表達嘅藝人啦。咁呢啲唯有就係我成日講。你個本身藝人能唔能夠去追求一啲，同埋識個方法，識唔識去追求一啲更加吸引嘅事情咯？咁如果我哋啲 artist 啊，或者我哋自己朋友，我哋會逼佢聽好多唔同嘅歌。
場，尤其是不要再聽我們現在整個聽開一點，即最簡單的方法在音樂上面聽外面聽，或者聽一下你的偶像聽的那些歌理論是這樣，不過要喜歡才行的，就你慢慢慢慢要時間的，沒有捷徑的，但如果你有這個 way 可能呢一期咪半年咯，我講過一個，我講一個 case， 我另外有一個 artist 叫羅啟聰，我當初佢 impress 我咧，就係佢喺半年裏邊咧學識咗有一個外國歌手叫 Jason Mraz， 當時我係 suggest 佢喺第一次試音嘅時候，我覺得你即係我同佢講，我覺得你太普通啦，你唱嘢好普通，你聽下呢啲歌，聽下呢啲歌，佢就真係半年之後咧，佢做曬啲嘢翻嚟。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先開始咗啊！我不如同佢合作一下啦。咁我同我第一個呢啲咪乖咯，呢啲同埋真係對音樂有熱情，即係有 passion 咯。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啲咪就係特別之處咯。我比較欣賞呢樣嘢。同埋其實喺咁多歌唱比賽入邊咧，會唔會曾經遇過一啲好奇怪嘅 case， 或者啲人洗橫手，即係佢要討好你，即係喂可唔可以俾呢、這個高分啲啊？會唔會曾經有發生過呢啲事？就唔係歌手咯，係主辦單位。咁其實你點處理呢啲嘢咧？究竟係違背良心好啊，定係點樣樣會話俾佢聽？喂，唔得嘅喎。我唔會話嘅，咁人哋老闆話喺全係咯，即係影響力，咁我又唔可以教佢啊。但係咁，但係當時俾評判唔係一個我嘅，我相信佢都唔會走翻嚟睇下我分係咪俾佢。哦，咁即係咪喺你口中就講就係話，其實你俾咩分都唔緊要，可能主辦到時都會改曬嘅咧。又或者啦，會唔會曾經真係出現過咧？咁我唔知嘅，因為有十個評判，咁我俾一個十分一嘅分啫，咁我都唔知道最後係有嘅，一定有嘅，有啲試過嘅，有啲試過我哋係左右都傾啦，呢個即係完全唔係嘅相反嘅，咁就知係咯。係因為同樣差唔多嘅情況我都遇過。就係話完咗之後，大家有幾個 close 啲嘅評判，大家傾偈，我哋幾乎一致覺得冇可能嘅事就出現咗啦。咁但係既然係咁，都冇辦法㗎。咁同埋呢個世界其實各行各業都會即係有啲 more or less 嘅呢啲嘅情況出現嘅。咁好啦，嚟到節目尾聲啦。咁我每一集都會問我嘅來賓，如果佢哋要選擇一種食物去代表你認為而家嘅娛樂圈，你會覺得係乜嘢？Kiko, Kenneth 哥哥，一種食物，我會覺得是白粥。點解？因為呢一行咧，真係要熬，要時間，同埋要自己加調味料落去，要自己落足心機去煮啦，要加材料，亦都唔係就咁現成可以有一碗好好嘅。你一定要時間咯，同埋要有耐性。系啦，又要花心机，先至会出到一个你想嘅成果咯。系啦，所以我觉得系白粥。Kenneth 哥哥咧，你食多啲白粥。我真系好 instant 咁样，即刻就咁谂嘅人嚟。我觉得西瓜。点解咧？西瓜食西瓜咧就好麻烦噶嘛，你食嘅又要吐嘅，其实唔系同食其他食食物咁，食咗一啖大啖好舒服。即係可能你做呢行，你其實都要留意住，有啲嘢要拎走啦，有啲要吸收啦。咁同埋食得多西瓜冇益，但係又真係好好食，好甜，人都中意啊！我會越食越多咯，但係其實食完之後可能我肚又唔舒服啊。咁余漢軒係一個可能唔係類似嘅生態啦，我覺得都唔係咁簡單，唔係用一件嘢咬落口咁就做咯。喺裏邊其實呢個過程可能都係要做啲事情小心，或者有啲分析咁樣。不過無論如何，喺你眼中，起碼娛樂圈都仲係一個甜嘅，好顏即係有顏色，好 colourful， 好開心嘅顏色嘅。同埋咧，夏天大家即係都會好渴望得到嘅嘢。冇錯。咁但係當多咗嘅時候，可能就係對身體有即係有啲影響嘅，即係唔好又唔好太沉迷嘅。好 OK。咁但係 Kiko 妹嗰個白粥咧，咁我又會感覺到就係、是、係，其實每一樣嘢我哋看似好簡單，我哋背後其實付出緊好多好多唔同嘅功夫。咁我哋想啲碗粥，無論將來變成艇仔粥好，變成一個燕窩粥好，咩粥都好，其實個粥個基底反而係好緊要。咁呢個亦都係正正話俾大家聽，我哋無論做乜嘢都好，我哋做人做事，我哋嘅基本功要打得好。呢一集咧，好多謝兩位。
同埋多謝呢位新人妹妹，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佢哋對而家樂壇嘅睇法啦。多謝 Kenneth 哥哥，係啊，好犀利嘅主持。唔好咁講，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下集見啦，拜拜。